他现在是坐在那里。谢谢雨姐提醒。这边问到，全部叫问题，然后就说，特地用你的时候第一点都不需要，但是最后却用临时党代表大会推翻掉了他，所以他现在是坐在那里。谢谢雨姐提醒。我觉得我应该跟他们自己再一次道歉。可是你今天是不是姐姐跟他只是修复关系啊？你跟洪主席？哦，洪阿姨啊。谢谢吧，不过还是要自己再一次道歉。